好，总共本土的案例有286例，好，那境外移入的是一例，那死亡的有24例，那基本上在新北市120例，那苗栗县56例，台北市49例，桃园市19例，新竹县12例，基隆市8例，彰化县7例，台中市4例，宜兰县及新竹市各3例，云林县及花莲县各2例，台南县一例。好，那好，那看起来是这个礼拜的案件数还是比上个礼拜哈有稍微比较少一点哈，不过疫情大概就是哈在这个地方，那其他的县市哈也都有比较多的一些案例哈，那所以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哈，大家都是要提高警觉。